心，你们？我也很开心，春香。其实我一直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呀？其实上次看到你荡秋千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想和你白头偕老，永远在一起。真的吗？跳舞，去看看吧。啊，快去看吧。
天来了这么多游客，我们选一位上台唱一首好不好？好呀好呀。选哪位好呢？那就选这位穿韩服的小美女吧。小妹妹会唱朝鲜族民歌吗？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呢？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朝鲜族民歌《咏春阿里郎》。啊，好，大家用掌声鼓掌。大家也是来看演出的吧？对。李公子，你看，好像有两位小姐要弹家乐琴。我们去看看吧。你们是来演奏家乐琴的吗？是。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演奏的曲目吗？今天我们要演出的节目是《新春》。大家用掌声鼓励一下吧。
谢谢大家。